一个秘密，是我在练习生时期的一个秘密。你们可能都不知道，就是每周你必须要学一个唱歌也好，跳舞也好，每个礼拜，公司最高层的人就在这坐着，所有练习生都在旁边待着，就一个镜头对着我。你知道有多紧张吗？当着他们面唱，没有声音，没有掌声，没有笑容，只要你这一场没有练好，没有跳好，再见。哇！我在那个时候那么紧张的时候，这个秘密是什么？就是我唱了杰哥的一首《最美的太阳》。然后因为那个歌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劈了。劈了！现在来唱一个吧。让我可以，让我可以翱翔。你又劈了，太可爱了。有请下一组表演，谢谢。嗨，老师们好，我叫段傲娟，然后今天演唱的曲目是《从前慢》。好，来吧。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今早上火车站，长着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干净的声音。我在想说，如果我走在街上，不管从哪里传来这个声音，放出来这个声音，我会去找那张 CD 或者找那个音乐。我的天啊！我会想知道，我会想知道这个声音是谁的。因为你唱歌里面，其实你会的一个技巧是你天生的，是很多人要靠很多时候练习才能做到的。就是其实你的上颚一直是上台的。是吗？对，因为这样唱出来的声音会很圆润，对，很饱满，非常的难，非常漂亮的声音，对，高评价。你有学过唱歌吗？没有。所以你完全就是一张白纸，这是天赋。那让我猜一件事情，你一定不会跳舞，对不对？哎，你错了，他会 breaking， 他穿这样来。你不能因为他穿运动服就说人家会 breaking 好不好？不要开玩笑。其实我们不是逼你，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这个女团，她必须什么都要会。舞蹈是不能缺的。啊，你跳一段舞看一下吧。舞蹈就不管你跳什么，就看看。你刚刚是不是小扭了一下？对，你刚刚是不是小扭了一下？音乐。好，可以。他尽力了。哎，你们都真的很为难人家，我觉得这个声音就够了，真的。来吧，来。你的座位呢 ？F。谢谢老师。不属于你。
你们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前1931组合成员。我就已经定了叫前1931了。因为我们组合是已经解散了。对。1931 was launched in Guangzhou, China's third largest city. A team of beautiful young girls and hundreds of excited boys shouting and waving to express their adulation. 五年前刚成为一名小偶像的时候，感觉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。我身边的同学现在都在面临升职加薪、买房子、结婚，现在自己好像还在做小孩子才能做的事情吧，就享受这种放松感，然后也没有去承担自己生活里本来有的压力。我们老师说，你们大概出道第三年就可以上春晚了啊，你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国民女子组合，然后你们的路就顺畅了。但是我就是这么信的，对，他说什么我信什么。我们流量最高的一次就是腾讯第一次推送了我们，全网推送了我们的新闻，叫做1931解散了。然后所以这一次是破釜沉舟，也是涅槃重生的有可能的一次，对吧？对对，背水一战。嗯，加油！1931 ，Go Go Go！ 杀苦剑，75年的外人的身体在大会，60年的欧洲新人为你导演讨论会，90年的偶像复出签名，我手拥抱会，零下50度，北极探险，北极是一天，撒哈拉酷热，绝对跟鬼神相考验，3天2夜，集体 K 歌，歇斯底里的宣泄，放上自由深度，放松度是催眠，文艺装逼乱世盛装派对，女神婀娜多姿九头身材，男神玩物是大流派，真爱。